在槟城要找印尼餐不容易，位于如如 Central 的麦卡拉山，你一定要去。使用了正宗印尼烹调的手法，采用了15种香料腌制而成的卡达山炸鸡，辣度会依据你的喜好，挤上一圈酸甘，酥脆中带着酸辣的味道，特别赞。大火油炸的猪脚看上去硬邦邦，但其实外脆内嫩，筋加胖，好爽的可以整只拿来咬，要不然也能沾跟他们的独家酱料，提升口味，越吃越陶醉。火炉上烤制的是柠檬香料烤鱼，完全没有土味，没有腥味，肯定让你吃得很开胃。另外一道小编要特别介绍，半斤烧猪排，骨肉分离，好吃之余又 easy。要喝点热汤暖暖胃，一碗滚烫粉就是 very best。看起来像普通的鱼肉米粉汤，但是喝起来酸酸辣辣，还加了印尼料理的独家秘方，就是不一样。爱吃香喝辣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啦！